介绍一款当年世嘉 DC 出的周边。咱们翻过 DC 的底座，看到四个插口，还有一个可移动的排插，它是干嘛用的呢？咱们要介绍一款卡拉 OK 神器，世嘉的4301。当年 DC 凭借独有的网络连接功能，借助卡拉 OK 底座，可以推出多达15000首的音乐选择，号称每月有100首。这都是开箱配件，我特别喜欢这个话筒，非常沉。DC 品牌，取出这个大家伙，哇，非常厚重。前面是这样的，调节麦克风的音量。底下竟然还有一个可拔式分叉，是不是还有什么三层的组合呀？真是太奇葩了。装上以后就是这个样子，非常的吻合。后面是串联设计，漂亮。卡拉 OK 功能早就废弃了，咱们就用这盘爆裂形式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我就不打算拆开了，就这样摆着吧，也挺好看。